在座的各位，有的是这些业务的承办同仁，有的是在地的业者。那对于这么好的东西，那未来在推介上、在行销上，我们自己也要知道。那借着这样子的行销，希望能够我们对于养殖会更好。第二点要报告的就是，马祖之所以能够有那样好的产品，我一直认为跟我们的海域有关系。无论从海的浓度，就是盐度等等，海域的干净度等等，会有一些好的产品。尤其我们的生科在养殖的时候，为什么大陆的海域跟我们的海域所养出来的效果会不大一样？当然是跟我们的海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对海洋的维护，怎么样未来在协助养殖业在这个区块做适量的发展？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马祖的淡菜真的是终于站出来，我觉得这个好。我们一直在想，好人都要出头了，好东西当然要出头。那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是，淡菜跟裙带菜。我们不只是东西好吃、好营养、好健康，但是它也好安全。那我们才敢去推这个东西啊！那个也经由这几年的这个努力，把它的这些的药物残留啦、重金属啦、安全性，我们都照顾到了，确实是没问题的哦。所以可以大家可以大声的来推广这个东西。还有刚才他们就抑制这个，避免它退化，所以说维持在一个强势。这个是很重要，没有刚通的。但是我们淡菜不是，我们不是去管那个香汁，我们是管那个淡药菇的。这样讲大家比较懂，因为你光有那个香汁，你不能作战啊。因为我们这个马祖是很重要的军事基地，你可以知道，没有淡药你怎么打仗？淡药菇，所以我们说要对我们的生殖这一块是顾好，其实最重要是你的淡药菇。那为什么淡药菇比管香汁重要呢？因为你的弹药库跟我们人的精神有关系，你的作战能力，一个人的精神、做事的耐力、做事的强这个精神，要照顾好身体，你自己都很清楚嘛。一身轻松就跟你的弹药库保足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讲的啊，万不得已啊，不要去讲维生素啊，就是生殖保健。那为什么生殖保健是重点呢？我们再回应到刚才讲的那个概念。是因为这样的现在的人运动的缺乏，滑手机啊等等这些，然后吃饭不定时啊，工作压力大啦，要吃的时候都吃饱费啦，都吃得胖胖的啦，生活条件好嘛，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三高就出来嘛，所以会血糖、血脂、血压高，这一些的情形会让，特别是所谓的压力。这些压力呢，就会影响到生殖系统，所以现在的不孕症非常高。但是我可以，大家心里有数，我们马祖的生育率是不是好的？你从这里可以反比啊。所以国际上现在要么污染，像塑化剂啊等等这些，会造成你的里面的荷尔蒙分泌失调，这个就生育的这个能力就下降。或者是吃鱼，鱼里面有一些重金属、代号型的等等，也会造成生育率的下降。这个你没有做生殖保健，你不晓得这个严重性哦。一旦做了以后，你说这个一定要救，为什么？因为国者人之基嘛。那一个国家你没有人累积起来，你这个国家都没人来干嘛？所以生殖是很重要的，保护我们的下一代。这个金虫的数目，这个就是报纸写的，你可以看金虫的数目。比原来还要高啊！这是原来的啊，这个就是高血脂症啊，高血脂的胃食吃很胖的这些大叔，你看随着剂量它可以提升，甚至在一倍剂量、两倍剂量的时候就会产生功效啊。那这个功效呢，包括金虫的游动性，金虫变活泼哦。那不然你金虫数目增加，都是一些拿拐杖的断头断尾的，那也没有用啊啊！所以我们让它的。也看到说这个活动性增加，那是不是有刚我们刚才讲的断头断尾的残缺的这些没有作战能力的金虫呢？你看，如果是高血脂症，好严重啊！所以肥胖是没有放生小孩的，这要注意哦。这个你看这么严重，但是如果
很喜欢吃炸的油炸物啦、啊，让你的代谢啊变慢啊，变肥胖啊，你至少要有蛋菜。我觉得说，因为美食要照顾，健康也要照顾，我们双方面呢，就是上天呢本来就给我们很好的这个东西嘛，在我们这里。那有这个用这个懂，让大家容易理解嘛，哈、哦，这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你可以看到这个叫做制精小管，制造精虫，这、就是在睾丸里面。啊，睾丸里面你把它解开了，其实睾丸解开的都是很细很细的管呐、啊，那个叫制造精虫的小管子。它的制造精虫的小管子的切面图、哦、你把它切开来、哦、因为它是精那个睾丸的切面嘛，所以你会看到哦，这个小管子，这个是健康的小管子，你看没有间隙，没有间隙，很完整，啊，这样才能够从管子里面制造精虫出来啊。但是你看肥胖以后长这个样子，所以你看你还容忍肥胖吗，男生、哦、你太肥胖的话呢，它的你看里面就空洞化变薄了，这个管子变薄，这个管子越厚的，它制造尖虫的能力越好。你看都空洞化了，你看这个都没、哦、然后这个间隙，这个间隙是产生荷尔蒙的位置，说哦，你赶快制造尖虫，这个地方的细胞，你看这个都死亡，哦、所以你可以从这里比较出来，都是实证的数据，你也可以看到说，哇，这个是很严重的情形，你看。降低它的这种孔洞的大小，然后厚度可以增加造精能力，所以说这里很精确的把这个表达出来，它、啊、也因为这个表达出来、哦、我们把它发表在这个杂志里面。这些药剂我们最近做的、要把它整批、就是去了解我们做的，看你要看孔雀绿啦、啊、或等等，大家或者千格汞啦、啊、等等这些、这是药残留、这个是重金属，都符合，都没有检查出来，没有检查出来。然后这个重金属也符合这个卫生署的这个计算，因为它是数据，所以直接我这样子讲啊，这个是卫生法规里面公告的，那我们都在这个范围内是没有问题的。也给大家一个概念啊，这个到底要吃多少呢？我怕很多人都问不清楚啊，吃多少这有换算，这是动物实验啊，跟人的这个不换算啊，也就是成人的每天啊。60公斤的人，你吃2.4颗，按照变成胶囊，大概3颗了。哦，这个是最强的，哦，最强，我们要确保你有效嘛，大概是这样的剂量。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刚才讲了，包括你免疫系统、肠道顾好，包括你的血脂肪，哦，包括你的糖尿病，都有一层安全网帮你做照顾。那这个照顾以后呢，也可以避免后续因为肥胖、骨关节炎的产生。或者是这个造成的生殖上的障碍，所以我们全面性的透过一个好的产品，而且这个好的产品刚才也有提到，我们副县长提到说只有这个海域，所以已经拥有这个保障了，我们不要尝试，不但不要尝试，我们还要用心用力把它变成一个好产品推广出去。